有做对，但是做对了之后，你后面没有机会，那也就算了。但是你没做对，等于说你根本就没有给任何机会让我们自己求生者有翻盘的机会。嗯，地图。真的要抓哦！你然后再聊，这边有窗有板，它可能猫没有什么发挥空间呢。孩子啊，这里你追看太远，真的很不理智啊！但是我谢谢你啊。再来一次，你就用这样闪现的，我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你就没有那个啦，技能的哇，知道吗？完了，我走错了，孩子，外面变啊，我走错了呀，我干嘛走左边？哭哭，干！我刚才想说，他一直在看我右边呢，我白痴，我受不了。哎呦喂呀，这样子好像也只有平局。等一下不能再耍白痴，要好好练。可是他好像要被镰刀了，救命啊！结果没有，好吧，看下一次，我只能看下一次。真的，哎呀！哇！这一球我敲到就好了，说怎么办？被压猫，因为他在等时机。真假？来得及吗？你救到可能就三跑。那你可以，他出道 ，nice，very nice，nice， 你这个傻逼！小猫卡死我嘛？不会，我留这块板子干嘛？翻盘用的干嘛？嘿嘿，我的耳朵很灵哦。我以为压好还差88。你还叫胆，真的是谢谢你。你就被卡死，你要干嘛啦？龟缸诶！我溜得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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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啊！博哥哟！冲啊！冲啊！哎，你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意思吗？我们都这样一样想跑哎、欸，那强到就四跑了、啊、这个。With the